就束缚吧，我觉得，然后就是要去突破它。无限循环呢？对，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是，我这个循环可能有很多循环，我就说其中一种吧，就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做的那个《秋日幻想曲》。第一次做了很多舞台，然后包括尝试了故事性舞台，然后呢，第二次25小时，我们就是也做了一些很多尝试，然后呢，第三次进化论就是多了一个女团舞，然后呢，第四次进化论的时候就感觉很多节目都演过了，都被演过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然后可能就是又就是差不多。给以前的就是差演的差不多，所以我感觉这个圈儿像是无限循环，然后我们自己演的节目也像是无限循环，演了又演，演了又演，演了又演，就是，我觉得圈儿吧，还是那句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说呢，这个圈肯定是有规律的，转过来转过去，有可能转到起点了，也有可能，无论怎么转也还在那个地方，但是也有可能顺着就走了，但永远都在一个环上，是紧紧相扣的。但是这上面呢，还是有一些新的挑战，是属于给这个圈儿加半径的东西。对，现在是有一些新的挑战。第一反应就圈呢，再反应就是我们的范围，对，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个圈。但既然有这个主题，肯定就会想嘛，然后就想到了范围，就可能考虑到我们能力范围，就让我们突破这个范围。对于这个圈有很多理解，感受就感觉这个题目很是个谜。这个圈就像一个囚笼，对。如果是你把这个圈就是套走出去了啊，你会发现你来到了一个更大的圈。这个圈就像这张纸，但是我们的世界有一个桌子这么大，所以呢，这个圈就是我们自己的，给自己设定的一个保护圈，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在圈里是可以随便走动的，但是出了这个圈，我们就感觉到没有安全感。我的一生应该是将这个圈不断扩大的，就扩大到整个房间这么大那种。他这个圈，我觉得吧，就是他把你圈在一个地方，就让你想尽办法突出去，找到更大的圈。那小苏，你指的区别是指的是哪种程度上的区别？舞台内容具体。算了，下一个。气势上的认输啊！来，其他朋友来说一下。稍微补充一下，具体。也就是我们这次舞台是会在11月7号的时候，我们准时登台演出。距离11月7号，今天算起来，我们整体的今天我们开始叫做从零开始到11月7号，整体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次的舞台筹备一定是我们有史以来时间最短的一次。属于哪？我们现在给到一共是有七个挑战，对吧？那么这七个挑战里面，大家想先了解哪一个挑战？第六个。所有人先统一一个答案给我。第七个。哎，第七个吧。第七个。就是有没有朋友听过 I Believe 这首歌？没有。I Believe。有没有看过《我的野蛮女友》这个电影？没有。Thank you.
在座的练习生有想要去？哦，小邓、小姚、小陈，哦，与我无关，与我无关，与我无关。那么这一个版本呢，它是更彰显一个合唱的技巧性，是不是？那么也就是我们的语言与技能挑战。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就是咆哮这一个。那么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朋友们。第一点，这首歌大家有听过吗？听过很多次。有跳过吗？没有。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还剩最后两个，对吧？一个是新风格舞蹈舞台展示，然后一个，然后就是小正舞了。那么大家想先看哪个？Salesman's like, what up? What's your budget? I'm like, honestly, I don't know nothing about mopeds. He said, I got the one for you. Follow me. Ooh, it's too real. Come down here, I don't need a windshield. Banana seat, I can't be on two wheels. 800 cash, that's a hell of a deal, man. Downtown, cruising through the alley. Tiptoeing in the street like ballet. Pulled up, mopeds to the ballet. White walls on the wheels like mayday. Let's go. My crew is here, and all we need. OK， 那这是第一个舞蹈。好，来，接下来第二个舞蹈呢，是我们叫做在群舞之中突出的一个双人舞。那么这个双人舞台呢，它主要是讲，它主要是一个有点稍微小剧情化的，它是。这么一段舞蹈，好的，那我们就是挑战二呢，就是新风格舞蹈舞台展示也就了解完毕，那只剩下最后一个挑战五。那么挑战五，这些歌曲是不是大家都有点眼熟啊？对，没有，除了那么新版的编曲呢，它肯定是唱的跟之前也是完全的不一样的一个风格。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安可舞台。安可舞台的设计呢，可能是会等到可能粉丝已经要准备散场的时候，到时候大家再唱出这样一个就是彩蛋舞台。那么接下来这两个舞台呢，就是都是全员要参加的，好吧。第六个呢，挑战六，这个是的确确是
给到所有的就是三代全员练习生的一个最大的挑战。绝对是排练时间最久的一个。那么我如果说他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就必定这个舞蹈是全员上，全员。你们如果说想要接受这个挑战，是你们现在就要告诉我答案。要求会比较高。来，我们这个节目是全员一起来参加，然后现在全部的所有朋友里面可以选两个人来负责这个节目。那就我吧，我行啊。然后我们的所有挑战内容已经给练习生们就是介绍完毕。好，现在给到所有练习生5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会给到单个曲目的这么一个通报，然后单个曲目选择的练习生到时候再进入我们的教室里面。挺难的，每个挑战都挺难的。感觉这次挑的节目真的都是非常棒，有挑战性，我很难。我觉得还行，都其实有很多都是我们熟悉的呀，这个咆哮，而且这些歌都是。大部分都是我们已经听过的，庆功酒，暑假就是这个暑假，有一天下午很无聊，然后就在背歌词，然后就找了一首歌词不是很容易背的歌来背。这次舞蹈多了，唱歌少了，然后还有就是整体的难度也提高了，唱歌还有一些韩文就是最大的困难。多了一些新的风格嘛，比如说国风的一些国风 rap， 然后还有一些中韩文双语唱跳，其实这些都是挺开心的，因为发现就是有一些还有很多新的风格，一些方式没有去尝试。对，比上一次舞台我觉得难度提升了很多，就尤其是包括那个全体的道具舞那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很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之前也了解过这个 Seventeen 嘛，这个团就真的就每一个作品就非常的齐，就我印象很深，道具舞就新的舞台嘛，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非常期待。轻柔 ，I believe， 温柔，年轻的战场，还有 Maria， 因为我选的。那是我认定的，我肯定要选一个舞，怎么得选一个舞？人生，人生短短，这是我人生。这个节目是 I believe 选择的人员进步，现场我们的配置是已经有7人选择这个曲目，然后现在请所有成员们先依次说明一下选择这个曲目的原因。因为它就是难度比较大，我想挑战一下，就是最后面那一段没有声音，韩语高音加转音加失恋，这什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我从来唱过什么，我就是觉得人生需要有挑战。我有两个理由，一个是韩语，一个是太简单了。What？ 哇！不是，好简单。咱们以后看看练，如果练得不好的话。
因为就这一个选项。哎，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就一言难尽，因为就这一个选项，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就是那你过吧。但是反正当然肯定是有原因的，对不对？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原因我都有一些，对，就是综合啊，支持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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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楼上上 上, 上, 上的说法，过过。就是支持楼上所有人的说法，就是感觉韩语可以挑战一下，然后这首歌音乐也比较火。然后 I believe 就是算是我们从刚开始进化论到现在唱的纯唱节目比较难的，我觉得。哦，第一个 I believe 也当时我想也是要报，对，因为毕竟我弹钢琴嘛，对。再就是挑战一这个有唱歌的地方，嗯，就必须要上，因为之前有个那个男人，但是我没有挑战，这一次也想挑战一下这个。我们给到的就是咆哮这个组的预定成员就是七位，那么如果说在座成员对于彼此 这里面的成员没有任何异议的话，我们就即刻成团。没有大剧场，没有异议，没确定没有异议啊。那小莫你有异议吗？我自己说有异议。那我们咆哮组即刻成团，来请七位成员里面选出两位来负责这个节目。我负责新人苏旭浩。我谁？即刻成团的，那么现在请五位朋友里面推选出两位来负责这个节目。这两位啊，这个一位就够了。两位，两位，好，我们组成。听了这首歌感觉挺好听的，然后我以前也说我想上一个纯舞节目嘛，然后我就想尝试一下。好，现在选择那个就是专舞台的，可以进来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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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双人舞台已经确定了选曲人员。双人舞群舞那个，就你就给我们看那个视频，最后那个，就这个那个动作，经典那个，其实之前有看过吗？之前没看过，但是我觉得我就看一次，我就觉得就非常的印象深刻。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挑战三，首次国风说唱庆功酒选择人员。谢谢，拜拜，我已经入选了。来，大家都依次说一下自己选择这个曲目的原因。我先说 ，OK， 来阿顺。我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也同意，因为心之所向，心之所往。我以前有听过，觉得很帅。我都会了。然后因为也可能觉得比较熟一点。庆功酒我是觉得国风说唱嘛，之前考虑到的就是什么 hiphop trap， 现在呢国风说唱来了，我决定接受这个挑战。庆功酒就是我没有想到会就是有一首怎么说呢，就是我已经会的差不多的一首歌，然后也是我比较熟悉的嘛，庆功酒。因为庆功酒这首歌，其实我以前我在看那个说唱节目的时候，然后庆功酒就真的非常感兴趣，非常喜欢。庆功酒，这是一个机会。因为我特别喜欢说唱，机会不能浪费，就得去那个啥，去努力。庆功酒。不管如何必须拿下，哪怕是不睡觉背词儿，我也得给他整下来。首先第一轮 battle 必须要败赢。现在请女团舞，选择女团舞的朋友可以进来啦。男团舞是好的，应该是男团吧，但是男团没。OK， 那么我们现在在座的一共是十位练习生。应该是不出意外，我们可能是只需要九位练习生。那么我们这个曲目就是待定，好吧？到时候我们现场可能会有一位成员，到时候跳的不是很 OK 的话，会 quit 这个舞蹈。好，女团舞。为什么呢？因为比较感兴趣嘛。你选婷，我觉得挺好听的。是吗？对。那我绝对不会落下。非常有信心是吧？对。到时候女团舞。因为上次有了我那个女团舞，我就以为没了，然后呢，没想到今年还有，实属有点意外，有点惊讶。其实这次女团舞，其实就是现在非常热门的嘛，然后其实自己就是也看到过这些视频，我觉得在舞台上应该可以跳出来。我觉得女团舞必须上，有信心。女团舞，这也没什么，我已经了解了，对啊，我也跳过，没什么，其实没什么的。女团吧，一冒全上，相信我自己。来，躲猫猫，躲猫猫有人吗？没人，没人。躲哪？躲猫猫，躲在哪？没事，我就先躲了。林彪，我躲这儿。好，来，确定了吗？我们现场是一共出现了四位练习生。那是三个人是吧？拜拜，拜拜，你们三个加油。如果确定吗？确定吗？确定。一般必选的就是我觉得每次都选一个这个，我就习惯就选的，而且是 boys 型的歌，就是加油我做我。好的，那三位朋友里面，要不我们也选出两位朋友来负责这个。我已经弄了三个了，不准成，不准成，两位，我来一个，他来一个，那他们两个吧。好，那我们这个躲猫猫的 leader 产生了史天润，然后三人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确定节目的三人。天堂人的 leader，
个电吉他的吉他，主音吉他和没有，这主音吉他，电吉他，旋律，这扎，我就来个旋律吉他就差不多了啊。对，所以这块架子鼓吉他，哎，我想我就是问一句，我们没学过架子鼓呢，能选？那我要学架子鼓，回家自己学。非常棒，那肯定是键盘的。好，拿键盘是吧？废话啊，这不架子鼓。架子鼓。咋地？昨天晚上准备啥？就胖。好，小姚就是不行，你得选个贝斯，回家自己给我学。贝斯那么简单，几十块钱。主音鼓随我来。好，主唱也是主唱是吧？OK， 来，希望大家加油。看到你有温柔这首歌，当时我就特别的感动。当时我们最后一次乐队演完到现在差不多有快差不多啊一年半了，都一年半都就是没有这个乐队在重组。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次看到有乐队的话还是挺开心的，挺感动的。温柔就是因为看到这个乐队，我们很久都没有因为乐队在台上表演过了。温柔吧，因为我按那个温柔，按那个弦儿，手全部给我按血泡，痛死了，不够温柔。大家加油，辛苦了。老师好。老师好。审唱曲目 I believe 的这个考核，然后呢我们最先开始会由我们声乐老师对大家进行一个现实教学，然后学习其中的一个片段，然后在学完这个片段之后呢，然后到时候我们进行考核的也就是我们老师教学的这个片段。那第一个就是这个歌曲呢，我们这次也是想要去挑战两种语言啊，它就是因为这个歌曲它其实我们这边是根据韩文版然后翻唱的，所以这次也是想做一个这个双语的挑战，然后双语的挑战的话对大家来说难度可能就会加大。今天我们考核的部分的话就会按照原本来，原本的话就我们唱一下就是 A 段，我们今天就挑战一下它的 A 段，就是主歌加副歌。因为如果今天挑战语言的话其实可能对各位来说也有点吃力，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就挑战一下 A 段的主歌加副歌，就是最终呈现的部分我们也是想要再做一个就是有乐器的这种部分，就是可能会有一个piano， 对，会有一个钢琴存在，所以就是可能大家也如果有想对这方面的挑战的话其实可以提出来的。需要就是去一句一句跟大家讲吗，还是怎么样，还是大家其实想要自己去练习一下，自己练想自己去练习是吗？ OK， 好，那现在给到30分钟时间20分钟时间大家自主练习 OK 吗？但是有一点就今天是特别不同的，就是我们唱的时候需要清唱，清唱，对，不要伴奏，对，伴奏。好，今天就是展现大家真实水平。然后现在就是我们也会在这里啊，就是有问题可以及时问，好吧？好，现在自主练习。就如果你觉得练得比较 OK 的话，你的练习生其实可以找我先定一下调啊。Thank you.
曾经走过漫漫长路，只要有爱听了我的祈祷。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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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的让彼此泪水的泪水什么的我都给带走了我的泪水的泪水的泪水模糊了我的泪水的泪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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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他唱一遍之后我就找不到了泪水走过漫漫长路时间到泪水模糊了I believe 你还在那里等待，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I believe 你还在把爱深埋，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看不到未来。却挡不住相爱，就算满载分开，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曾经走过漫漫长路，只要有爱，默默的祈祷，真心的让彼此更幸福。曾经走过漫漫长路，泪水模糊了我和你，那一刻我们俩依偎在一起，从此永远不再分离。我就想试试呗，因为那啥没唱过韩语的歌曲。其实我觉得名字还是挺好的，好就跟一些比较独特的、有那种比较成人的感觉。其实像你刚说的你的转音，我觉得也是有做到、也有体现，但可能时间太短，所以你对歌曲的熟练度还不够。还有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剩下的练习生们唱的时候，我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节奏的问题啊。可能是清唱，大家就不会把它卡得很准，但我希望大家心里还是要有一个节奏感。然后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你的吐字啊，我好像强调过非常多次，你的吐字其实非常的糊啊。第三个就是可能还需要对这首歌要更熟悉一点，因为这个情绪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多，因为你对这首歌不是很熟悉，就是情绪可能还差一些，好吧？好的，那这个地还可以。I believe 你还在那里等待，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 I believe 你还在把爱深埋，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
看不到未来，却挡不住相爱，就算短暂分开，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曾经走过漫漫长路，只要有爱，默默的祈祷，真心的让彼此更幸福。曾经走过漫漫长路，泪水模糊了我和你，那一刻我们俩依偎在一起，从此永远不再分离。你可以再唱一下这个“曾经走过漫漫长路”这句吗？我不太会唱。好。曾经走过漫漫长路，泪水模糊了我和你。不是前面那一个，只要有爱。不是，你说。曾经走过漫漫长路，只要有爱。好的。其实我觉得唐雨坤这次唱的还行，还行，对，确实是有点紧张，但我觉得整体还可以。还有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点摇滚的感觉。没，这个是为什么？摇滚痛。因为可能就是没听到伴奏，然后就是有点。哦，那你是唱歌其实是一直是这样子吗？不是，就是可能最近。哦，你有在练习这种歌曲，所以会带一点是吧？好的，好，谢谢。I believe 你还在那里等待，爱的路总是充满了幸福。 I believe 你还在把爱深埋，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看不到未来，却挡不住相爱，就算短暂分开，也不能把世界分结束。曾经走过漫漫长路，只要有爱，默默的祈祷，真心的让彼此更幸福。曾经走过漫漫长路，泪水模糊了我和你，那一刻我们俩依偎在一起，从此永远不再分离。前两个的节奏把控会好一些，就感情，但是就没有高音。那你可以补足这个整体的时候部分吗？中音或者中音。OK， 下一位。I believe 你还在那里等待。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I believe 你还在把爱深埋，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看不到未来，却挡不住相爱，就算短暂分开，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
曾经走过漫漫长路，只要有爱，默默的祈祷，真心的让彼此更幸福。曾经走过漫漫长路，眼泪模糊了我和你，那一刻我们俩依偎在一起，从此永远不再分离。钢琴。就是你可以有这部分歌，对。其实我觉得它的音色还是可以，就是你的节奏感里面也不是很稳，就听起来好像没有这么舒心，有一点像那种流行歌曲，好不好 ？OK， 好，下一位。I believe 你还在哪里等待？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I believe 你还在把爱深埋，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看不到未来，却挡不住相爱，就算短暂分开，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曾经走过漫漫长路，只要有爱，默默的祈祷，真心的让彼此更幸福。曾经走过漫漫长路，泪水模糊了我和你，那一刻我们俩依偎在一起，从此永远不再分离。OK。其实我觉得你唱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可能你的音色比较，可能对歌曲的理解度可能要稍微要差一些哦。而且你是童声的话，对这个歌曲它会稍微来说，它会稍微深沉一点，那种情绪表达可能会欠缺一点。还有就是，如果大家的音色都普遍偏低的话，就其实，这边的话会显得有一点点，就是太就比较突出的这种音色了。其他的部分我个人觉得还可以。我觉得你对这个音乐掌握还是挺好的，就目前是这样，好不好？好 ，OK。又高，我觉得不高，但是我可以唱，我还可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再高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不用到嗓子的话，就是不用到就是低音的音的那个部分的话，就不会就卡一下，因为感冒了。那你要唱吗？加油！行，那你是就用这个调，我都行。用小杨的这个调吗？还是怎么样？升六吗？升六，我都行。就老唱不上去了。你今天感冒，我觉得要不然咱们就低一点。I believe 你还在哪里等待，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 I believe 你还在把爱深埋，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看不到未来，却挡不住相爱。就算短暂分开，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曾经走过漫漫长路，只要有爱。我。感冒了。
默默的祈祷，真心的让彼此更幸福。曾经走过漫漫长路，泪水模糊了我和你。那一刻我们俩以为在一起，从此永远不再分离。好，你放进一点鼓励啊。就是排除掉你今天感冒的条件的话，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唱歌确实不是特别稳定，你的发声会让别人感觉就是很吃力，所以我是希望如果就是你想要就是在唱歌上有比较大的进步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发声方法要多去练习一下。 I believe 你还在哪里等待，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 I believe 你还在把爱深埋，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看不到未来，却挡不住相爱。就算短暂分开，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曾经走过漫漫长路，只要有爱，默默的祈祷，真心的让彼此更幸福。曾经走过漫漫长路，泪水模糊了。经走过漫漫长路，泪水模糊了我和你。那一刻我们俩以为在一起，从此永远不再分离。 OK。 你最近就是有经历变声，你觉得你的音色还像你原来一样吗？就感觉其实没有以前那么高。对，其实昨天也有在聊起这个事情，就是你弹吉他的时候，就是唱比较像牛魂乐队这样的歌曲，好像是非常擅长的。但是像这种情歌的话，就像今天的话，我能感觉到你这种控制的感觉，就是有在收那种比较大、就外放的这种情绪，但是可能情绪上还比较差一点。嗯、OK， 那大概知道了。好，谢谢老师。我觉得这首歌还是感情重要一点吧，情感上。我觉得大家心要，因为陈建和童宇可能前面唱有点太紧张了，所以他们声音都有点发抖，都没。如果他再熟悉一下这首歌的话，会不会更好一些？我觉得。而且这个，我觉得这版本真的是非常难。像有一首歌，你张子宇就是很投身。在这个里面，但是邓紫棋她一个人的调，我听不清她完全不一样。对，她刚才只能唱主歌，副歌她根本唱不了，太高了，很哑。主歌现在都很费劲，她这边降了四个半音。你看，现在我记得一下是童宇歌，它是原调。张泽宇又是跟其实是的，就张泽宇他今天感冒的这个实在太不利了，就对他的这个发挥嘛。那他们三个其实是可以唱一个女生部分。但是陈天润和苏西浩差不多是降两个半音，他们差不多只有那些音降多一些是吧？对对对，他基本上是降四个半音。现在我就感觉，如果是五个人的话，会不会有点单薄？但是如果七个人的话，会不会有点调上了？毕竟是就是调的，七个人也行，是吧？对。各就是大家弥补互相的不足。对对，感觉七个人的话，就是调子的话，稍微要。
就是能够有这种短板互补的情况。嗯，主要是我特别见不得那种场面，就是把小朋友淘汰掉这种时候，我觉得真的很难受。但是为了就是完成我们整体就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主流制作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老师们就是更严格的做出一个判断。而且七个人的话，其实它有好处，就是可以互相弥补不足，但是短板的话，就是可能大家的句子会更散，或者更分散，就不能更集中的去让每一个练习生就是有锻炼到，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要不就还是五个人。就是姚玉晨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有点重，因为他的音域的话，他可能跟张子宇现在要差不多一点。张吉可能悬一点，但张子宇应该跟他差不多。但是呢，他的音色又有点太童声了。对，我觉得是这样的，他的可能对歌曲的表达可能要差一些，所以我觉得要不小杨就不在这个序列。董宇坤的话，其实是一个他比较综合的这一种情况。然后，但是他和陈天润的感觉有点差不多，但是陈天润比他稍微稳一些，对，他有一点点，就是有点点有摇滚感觉。陈天润的话，感觉更抒情，更平缓一点，所以我觉得要不就小姚和小童吧，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去尝试做其他的练习，但并不是他们这样不好。OK， 那现在就请两位老师去给我们练习生示范这个节奏吧。首先第一点啊，老师一定要再强调的是说，做出来的选择不代表是各位不好。那么，今天我们会进行的这么一个考核呢，也就是，7:7-2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最终留下 I Believe 这首纯唱歌曲的成员一共是五位。我先讲一下，我觉得龙林浩这边是 OK 的，我们选择了他，因为呢，他其实有一个他大家都可以说服的理由，就是他其实是可以做一个钢琴的，对不对？那这个理由其实是比较那个的。然后小吉这边我们也选择了他，因为我们觉得小吉的，就是，假声部分其实就是腔体部分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一个高音的处理。但是小姚这边呢，我们就觉得他的音色太稚嫩了点，他唱的是没有问题，但是音色太稚嫩了点，所以就决定就是小姚就不参与这首歌曲了 ，OK 吗？然后就是，陈天润这边呢，我们也觉得他的音色还不错，所以会觉得他应该参与这首歌曲。然后，佟宇坤这边呢，我们觉得就是佟宇坤和陈天润的音色有一点点撞，其实就是音域差不多，但是可能，佟宇坤的话，相对于陈天润来说，就是不是没有那么特别的稳定，所以，就决定就是佟宇坤就不参与这首歌。就是我们决定就是那小姚和小童就不参与这首歌曲了，那其他的就是小邓、张泽宇、邓丹心的话，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擅长抒情歌的小孩，他其实是会情感更丰富一些，也能够比较细腻做到就是中低音的部分。然后张泽宇的话其实是一个跟姚玉晨有一点接近的这种音域，所以可能在高音上会也有一部分比较好的处理。然后再加上张吉和张泽宇其实会比较合作比较久，会有一些默契，那可能在这种副歌或者在之后的一些高音的一些部分做处理上可能更有默契，是这样子 OK 吗？大概就是这个结果。所以我们选择的是苏金浩、邓家欣、陈天润、张泽宇和张吉。来恭喜一下，如果选择我会同意，并没有什么选择同意，不是因为你唱的说你觉得，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冲突 ，OK 吗？好的，大概就是这样子。好的，各位练习生，今天我们进行的是我们乐队曲目温柔的这么一个，成员选举啊。那今天我们是双人舞台的一个考核，还有九个人抢四个人的位置。老师好，老师好，大家好，老师好。